也是在那个线条上面啊。石门兽，那你仔细看，这每一笔就这样。它不是直的哦，你不要写成直的。乾坤的坤，然后零，然后这，线条你不要太直，你也看它那个字都。线条都会有摇荡，啊，这个是尖的。写慢了，不要写快。然后这一笔又变成楷书了，这一笔又变成楷书。然后两个距离远一点。那个谁啊，台进龙，台湾有一个很厉害的书法家，台进龙老师，以前台大，台湾台大校长，中文系的，啊，系主任，他就是练这一个笔法，他这个笔法这种东西没人要练，这是什么题？这隶书啊，隶书的一种，这是汉朝的。你这个自然收笔，你看它变尖了，你就让它变尖，你就不要管它，折。把你的笔尽量直的收，永远都是直的。然后这个是因为折笔产生的，要有这样子，它就毛笔它自己会。它就会产生变化，不是不用刻意去摇荡，它就会。你不用刻意去摇它，它就会摇。啊，它毛笔因为遇到那个阻力，它自己会摇荡。折，然后。很好啊，其实黄大姐，你会问代表你有在想，你有在想，他那个是很好，因为比如说我当然知道有一些控制是现场做的东西哦，没有办法所有是完美的，那个很正常。
因为它不是，我不是刻意要去营造做出什么样子，啊，它的变化就会，其实那样的变化会比你刻意去做的好，产生奇趣。讲原因就好了，比如说哦，一开始布局是这样子，那因为空洞了，然后就为了要闪才会变成那种样子，那没什么。老师啊，没反应诶。我都不会，我都不会脸青，而且没什么问题。我无啥问题。其实也是好，因为你是要挑战他，他可能觉得你是故意要挑战他，买的。好，我们就把它拉长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看没有，再写一个字，写不下这个字，就故意把它拉长，跟也是不一样，没关系。我跟他不一样，没关系。像这个锁你看不清楚，先看旁边，先看旁边。记得每一笔都要逆。你的逆很小，那个逆很小，你那个大部分都在起笔那一刹那有一个逆，啊，因为它有圆转笔，所以大部分有很多衔接笔当中你都在圆转不见了，就是说那个逆笔已经不见了，哦，这叫接续笔，可是你起笔的第一笔一定要有逆，嗯，第一笔一定会有逆。那个谁啊？那个韩信龙最喜欢写这种样子，而且他写得很好看，我还写不出他那个样子。
山谷的这么不清楚。沾水，因为又有点稠了。